哎，这条街啊都是装潢设计，下车啊！我还有事儿，你有啥事儿啊？接人。接人？接谁啊？贾小朵让我去接他一下。哎，那装潢设计你不管了呀？我又不懂，你自己看吧。 哎，那要不这样吧，啊，我先去找几家，晚上呢，咱回店里面再商量。啊，晚上我也有事儿。什么？晚上你也有事儿？又是跟贾小朵？啊。嘿，你这人啊，你之前不是跟贾小朵啊，跟仇人一样吗？现在走这么亲近啊？你昨天白天不还说以后不要找子慧吗？晚上不也一样那么亲近？ 哎，我跟赵子慧没事儿啊，别瞎起哄。最好没啥事儿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有事儿怎么了？有事儿很麻烦。嘿，你倒嫌麻烦了。你不嫌麻烦，我也不怕麻烦。我们是兄弟。神经病吧？ 喂，少仲啊，我是徐天妈妈。徐天妈妈？哦，阿姨好，阿姨好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外面。我刚刚高铁到上海，我有事情要找你啊。我正好就在虹桥高铁站附近哈。啊，你就在附近啊？那太好了。那你过来接我吧。我是在那个出发南10号口等你，好吗？麻烦你了啊。 行，不麻烦，阿姨再见。OK， let's go。 不要脸！说谁呢？我跟你讲啊，等下见到徐天妈妈，你可不要乱讲啊。明明有老婆，还跟子慧好。回去喝了顿喜酒，没登记就跑出来了。 没登记，法律上讲就是单身，恋爱自由。哼，你是他朋友，你当然这么说。是求是人嘛。停车。啊？高速路啊，亲。停不停啊？有本事你自己跳下去好了。我早知道这样，就不应该接你出来。哎！不要后悔啊！我神经病，我神经病，我神经病。关紧没有啊？快开！我这憋着一肚子话要问徐天妈妈呢。 你算哪一边的呀？是生徐天的气，还是你就是单纯的想和徐天妈妈闹不愉快？你选一个，凡事要想想清楚。要是赵子慧真喜欢徐天呢？啊，你也生气。要是他们两个还暂时不想公开呢？别人家的事情自己在这乱叫，神经病。啊。 徐天妈妈，有什么话冲上去讲。不是他们两个昨天晚上真抱一块了。骗你干啥？哎，不是，谁抱谁比较紧啊？我又没抱，你问赵子慧去，她是你朋友。徐天妈妈。啊，少仲啊。哎。哎，你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阿姨。 你跟他在一起？我们正好顺路。你早说呀，早说我就自己打车了。阿姨，你闭嘴，没跟你说话。阿姨，我也不想顺路的，你行李就这一个。哎哎哎，你别动。我来，你也别动，你回车里去吧，我和他有话说。那我也拿行李。我说不定我还不坐你的车了呢。 你先上去吧。啊。你多大？你几岁了？22。你长得也不太好啊，赵子慧。啊？
来，把包给我啊！我在后面晕车啊，那你坐前面，小心啊！关门了。 怎么打不开呀？别废话，从这边下。哦，我就住在这儿。是。哎，许天知道我来了吗？哦，接完您还没给打电话呢。哎，别给他打，别打啊，别打。为啥呀？我自己会给他打。哎，你俩都站着别动啊，我进去登个记，晚上请你们吃饭。哎，阿姨，我陪你一起去走。不是，不用，晚上请你们吃饭，你就在待着。我陪他说话，陪他说话，来，放手啊。哎，那您小心一点啊。 贾小朵，在高铁站徐天妈妈给你讲什么了？说说嘛，说说嘛，说说嘛。哎，我就说我不是赵子慧，不止一句吧？他问我做什么工作的，然后你一直点头。哎呀，我们俩聊工作呢，徐天妈妈答应了，把酒楼员工的保险全部都给我做。 服。喂，李总，到家了。我没回家，马上到老克勒来。哦，没问题，马上来。 我可是干了啊！我真的不行了，有点上头了。不行了，咱们还怎么做事儿啊？子辉带，他带，行，带酒加一杯啊！三杯，我也不行。肖总都说了，不行怎么做事儿啊？ 丫头，你看，哎呀，丫头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说丫头啊，今儿吕总把你带来，那简直是太正确了，要不然就我跟他一个半人喝，那太没意思。哎，丫头，你到底是能不能喝呀？啊，不要强求，喝酒开心就好。
我刚才跟你们李总说的话都是开玩笑，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为了工作，喝什么都行。是吗？是啊。好，我喜欢，我要把他带走，明天归我了，你看怎么样？ 这事儿你别跟我说呀，你得问他呀。丫头，行不行？行，太好了！你看，晚上陪我喝茶啊？到哪喝茶了？肖总定。这样吧，丫头，你呢，再要两瓶酒，两小瓶啊，咱们两个一人一瓶，我喝开心了。 晚上就签合同，不尽兴，你再陪我喝茶。哎呀，妆坏了，没花，他不行了，单独喝茶吧，吕总。 赵小姐，这个酒是我们房间的吗？是的，给我一下。
喂，向总，你慢点。我说，一会儿送一送吕总。吕总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啊，吕总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啊，那这样吧，那你丫头了吧，喝酒先喝水似的，让他上这个车，咱们把他送过去。啊，不用，不用，向总，不用。不用，那我走了啊，我走了，松开，我没搞。哎呀，老师，改天接着喝啊。 吕总，车来了。吕总，小心点。吕总，再见。 手机打不通啊！进水了，不是说完蛋了吗？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已经完蛋，只是你看不出来。我现在来了，怎么救？先走两步。喝的都是水。喝水都会吐啊！ 你说的对，是没意思。昨天你说了两次，我是没意思。我也觉得。少来。那我昨天为什么说两次啊？你是富二代，我不开心比你多。有人不开心，说来听听。妈妈，从小到大。 我就见过5次，每次加起来都不超过10句话。那你有可能不是亲生的。啥？哎，我建议你去做个亲子鉴定。真的？亲生妈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？哎，其实连亲子鉴定都不用做了，肯定不是亲生的。那你爸爸肯定不是你爸爸，你奶奶也不是你奶奶，啊？那你上班赚钱买房子给谁住啊？ 说不定你是捡来的，到现在都不知道。认真啊！哎，真话假话你听不出来啊？那万一是真的呢？他真的，他也养你这么多年了呀，神经病啊！他每次哄你都当真。哎，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去做一个亲子鉴定，比较放心。 哎，记不记着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在电梯间里面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？哪件？我捡了别人的钱，结果别人跳下去了。假的。12岁那年，我偷了家里2000块钱，一个星期没回家，跑到铁路桥上，我爸爸来找我，结果那也是假的。
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每次我走到桥上的时候，我都想跳下去。哼，真的。但每次我都忍住了。怎么忍的？把不开心、不痛快的全部喊出来，喊到桥对面去。之后的很长时间都会觉得很有意思。我也想喊。别吓着别人。没人啊。 好吗？我不想靠你们，我又不傻，我想你们靠我，我想靠自己。还是不痛快，骗人，喊了也不痛快。那只剩下跳了。哎，你最怕什么？怕死。不说以后。你呢？我现在最怕被开除，2年时间就白费了。我最怕结婚。 我怕还没奋斗就玩完了，又哄我。谁没事老哄你啊？说真的呢，我真想跳下去。你这个人没心没肺的，肯定不舍得。我没心没肺。对啊，你想让我知道还有比我更不开心的，这样我就开心了。我懂，老招数没用。 那我跳了，真的，我跳了。再见，再见，我真跳了。徐天，徐天。 徐天，你在哪儿啊？有没有人啊？徐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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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徐天，你出来！徐天。 徐天，徐天，徐天，有没有人啊？徐天，徐天，徐天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就要吓唬吓唬你，然后。 没事了，没事了。
你住这儿啊？我住这儿，他们租的。哦，租的不是住啊？你看你这个人，每句话都要说到位。上面灯黑着，不知道有没有人。阿姨，那我先上去看一眼。嗯，好。 徐天妈妈，您要是想找天哥和子慧，直接找不就好了吗？我儿子是不是和赵子慧好了？你不说是吧？不说这种事情我也懂的呀。我也不知道。哼，婚都不结跑出来，不为女人为事业，说得通啊。 我知道这种时候男人都是头昏的，我要跟他硬来，他会比我更硬，所以，我是先来摸摸底，我看看是个什么妖精。不在，上来吧。轻点，我妈妈听见了。听见就听见。走吧，徐天妈妈。 谢谢啊。直走。 慢点，要上个楼。啊，好，这个嘛。哎呀，小心小心。好。哎呀，慢点啊！啊，一直走一直走。喂，哪那回事体啊？楼上楼下喊什么喊啊？到了家门也不回家，进门。哎。 是这个样子啊！哎呦，这个东西，阿姨喝口水吧。啊，你放这儿吧，一会儿喝。哦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有点乱啊。哎，这个挂着的是什么呀？啊，赵子慧的三年计划。 写了好多东西啊！写了好多东西啊！哎，我看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这没灯吗？有灯吗？阿姨，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灯。咱们看清楚啦！来，从上到下看看。人生苦短，不如智拙梦想。阿姨，你们酒楼一共多少人啊？ 员工保集体险就行了，你跟刀丽姐姐要特殊一点的，什么财产险、人寿险、大病险、意外险和投资险都要保一保的。赵子慧多大呀？26，比我大4岁。心气儿真高，哼，还巴黎呢，真不是个过日子的人。 进去，还是我给你拿出来？我喜欢你，我确定。但是不行，不是你的问题。知道。
你不知道，爱情只是物理反应，科学家证实过的。是吗？物理反应，对到频率、共振，胡思乱想、胡言乱语，犯相同的错误，做一样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吗？ 我们有这样吗？我害怕变成这样。我一定要去巴黎，必须。我帮得上忙吗？已经帮了。哪里？有你在，我的两个上司，严若洲会死心，吕总放心。 下午，你一个人啊？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切，我在上海有的是眼线，我还有你这儿的钥匙呢。突然袭击啊？没做亏心事，你怕我袭击？我没做亏心事啊。亲妈在婚姻登记处等着你，招呼都不打一声你就走，你亏不亏心？亏。道歉。 I'm so sorry. 我看你是真要疯了。刚才隔着门板，我大部分都听见了。我是咬咬牙才没冲出去的。什么物理反应挡箭牌？什么小姑娘啊，把我儿子当什么了？那你怎么不冲出去啊？没到时候呢。行，你厉害，你本事大。我本事再大，有你大。我本事再大，还不是为了你？ 你为了我就别逼我做那些我不想做的事儿。你坐下。你坐就行了。你这么高，你要我抬上头看着你跟你说话呀？哎呀，又是这套。跟不跟我回家？要么我先送你回去，我再回来。赵子会把你魂勾住了。我就是专门为这件事情来的。 我活还在，谁都没勾走。那回去结婚？你这不是逼婚吗？你在这里都谈上恋爱了，我回去怎么跟小丽交代啊？盐城这么多人传来传去的，我怎么交代？我没谈恋爱。哎，就算我谈恋爱怎么了？我又没结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恋爱是自由的，你交代来交代去，
我结婚是为了你交代啊，是不是亲妈呀？你说呢？是亲妈就好好说，来都来了，别吵架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大声说话那叫训话，你大声那叫顶嘴，吵啥架呀？我俩。 住哪儿？让你管。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赵子慧长得好看吗？没仔细看。你别给我打岔。有小丽好看吗？她好看难看，她不重要。那啥才重要啊？你不会是真的喜欢她了吧？ 你不要说不喜欢，你不让我说不喜欢，那不只剩喜欢了吗？那小丽呢？你别说不喜欢啊。又是不让我说不喜欢，那不还是只剩喜欢了吗？那你两个都喜欢。哎呀，儿子，你做人不能这样的。妈，这件事你就别掺和了。 妈，不要管我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啊！哎呀，明天让赵子辉来见我。不行。不行也得行。